老公说你肌肉白不白，他就会说你黄黄的，像我前女友是真的很白。为什么这样子？我要回家，我太丑了。你不要变白，你换衣服，换衣服是 OK 的。不行，变白了，徐弟你这很难过。你黄黄我老公很喜欢说我黄啊。你真的，所以你真的黄吗？我算黄吗？你不黄呀。我在讲啊，你胸部在小哎你。那段话你想想看，他停在说没关系，我就等一下再自己弄吃的好了，这样子就好。我在听电，我在听电话的时候，我脑中浮现就是一个废人，他就是睡在床上，睡到自然醒之后醒过来就要吃的，就是一个废人啊，就是他怎么有脸打电话吵一个正在辛苦工作的人？我想要跟你们撒娇，对，撒娇。你们在家里享福，然后要人家伺候，还打电话，司空心的东西，还有送外甥。没有，如果里面加一点，比如说生病的感觉的话，对，不要这样，装生病，我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有想过这件事情，你们真的会没事，然后假装有一点生病？一定会啊！明明没有很严重，假装的很严重，说我喉咙好痛。真的很可恶哎！你穿什么？你们这样不是欺？你们这样是欺骗男方的感情。我在康熙常演生病啊，就只是一点小感冒就哎。下一集没办法录。我以为是真的耶，不是吗？就如果多少遇到至尊的话，会再稍微咳得更严重，让他觉得说哎，一定要砍掉一起。所以有人性的男生看到美女咳嗽，一定会就以为他真的生病。所以说你还好啊，那我们尽量不要录，尤其是刚睡起来的时候。不了解你生理期，可以把它再夸张一点点。就说生理期，结果吐血。你干脆生理期爆炸算了，接那个什么？请问是吵架的时候，如果要示弱，就可以说哦，你不要这样，我胃好痛，这样他就会立刻让步吗？等不到他电话来道歉的时候，用胃痛来做缓冲。可是很多装的都装不出来，例如感冒干嘛容易被识破，我就有一招很好，你就要说你突然早上起来坐骨神经不知道怎么了。这是老人。你就只要在家里坐着，然后他就会来，然后他就可能用椅子帮你推。他应该只会，他只会快递十八桶。太烂了，这心脏没有美感。我想要，对不起，不浪漫，不浪漫。他不想跟你在一起啊。我觉得我没有。你刚才说你十二指肠发炎，对啊。我就是走在那个路上，然后如果风很大，然后他不抱着我或牵着我，会跟他说啊，你再不抱着我，我会被风吹走。那就吹走啊。听说不是有的人情侣吵架后同床的时候也会就是有另外一种情绪吗？是不是就是哦很好有一种愤怒感造成的那种激烈的情绪。你刚才夸得我多凶，你看我现在多凶。是也有这种戏码吗？吵架之后来没有办法，对，没有吵完不行吗？没有办法，当然不行啊！先讲清楚啊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他好。如果是相迎说你睡了没，然后他就突然就发作说你刚才对我那么凶，然后看我怎么征服你这样子。可以啊，不行吗？不行，马上回去睡觉。对啊，这很爽。所以以后你可以试，就是不要再一定要听到和好两，因为我觉得那有点剧情有点太单调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算被强暴的感觉。我真的在看吵架。可是男生会不会误以为你一直盯在他家就是为了要这样？我之前男朋友就这样，就是吵架，然后就是他就突然这样，然后我边做边哭。啊！边做就吓到，他吓到说你怎么了？然后我就说没有啊，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就说好，不要。小野，我想你可能讲太多了。对呀，你先讲那么多。他的尺度好惊人，刚刚是开玩笑，是要剪掉，开玩笑的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开玩笑，所以这种吵架吵到一个极限，然后真的是受不了，就会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嘛？可是我觉得，然后就是他也可以感觉到你的生气，可是你又不会太欧式，你在家里穿拖鞋这样就很没气势，就会这样啪啪。我以前试过这个，我
我脚扭到，所以我啊，你要脚掌着地，你要这样脚掌啊，可能要练一下，你不能是脚尖着地。可是如果男生比较白目，你在跺脚，他以为你要跟他跳国标，怎么办？对对对对，那也就顺势而好。我就不懂你们这些怪招，我觉得甩门也 OK 啊，甩门烂，甩门烂。甩门很没有礼貌，对，跺脚是比较好。跺脚。可是我有一次是，那你要怎么样嘛？我撞出拳哦，对，我出拳撞门哎，然后结果手就淤青，打门啊，对我打门了，因为我太生气，然后我男朋友就过来说，你干嘛要这样？这也和好了，这样好心疼哦，然后就和好了。你也是金刚狼，对，金刚狼出拳嘞。伞外面买便利商店那种伞有没有？然后我在捷运，因为在外面吵架，然后不能怎么样，然后我就很生气。可是我就只想边讲话，然后就这样边折。好精彩哦！就要结成 U 字形吗？没有 V， 已经到 V 了。我可以把伞，然后我就我哪里来的力量，我就一直折。看你折就怎么样？那全部捷运的人有没有站起来拍手？真的。气到一个爆炸！你现在在餐厅也可以拿刀插起来，这样晃一晃，然后就往那就弯掉。好恐怖！最基本的小八，你还会用娃娃音在吵架中那种欠揍？都会啊，撒娇都会啊，撒娇起来也很可爱啊。吵到什么时刻就使出这一招？吵到其实我自己心里觉得是我错，然后我又拉不下去，觉得是的错，所以我就会装自知理亏了。对，我自己要讲什么？我就会说 ：“B B， 你。”你是谁哦？喷他！你长得好像本来的彼得，可以叫你彼得吗？可以，可以叫我彼得。哈哈哈哈哈！是你，你喷的好贱。哎，尊重一下我们节目的流程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喷喷。我天，你回归了！恶心，把我把摆平了，太恶心了。你好奇怪啊！很容易和好，真的。姓雪呀。他就连霹雳娇娃的口语呀，他的惩罚心已经变了。我娃娃音很会，可是大家都会。小甜甜，你还跟蝴蝶姐姐干嘛？其实这个跟他有点类似，因为我发现我周遭每个男生呢，就是一直跟我讲说蝴蝶好可爱，就是觉得我太 man 了。然后大家又说为什么女生会喜？被男生喜欢，因为他们很有女生的一面，然后女性荷尔蒙很多，然后声音感觉就没有像我这种 man， 对，然后我就开始觉得，那我是不是改变一下我自己？本来这个椅子啊，我就是说，这好重，搬不起来，好重啊！求求你好不？那太假了啦！对啊，最没有。你这样闹啊，男生不翻脸？男生会翻脸，真的。我都要翻脸，你声音啊。我跟你讲，蝴蝶的诀窍是，他讲每件事都要配动作。比方说，像我这样走过去，我就流眼泪。太假了！我也不知道。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干冰喷到那个上面会反弹出来，像一堵山一样。小熊给我摸摸，太搞笑了。